再来，如来有慧眼不？如是师尊，如来有慧眼，须菩提答，也是有，连续有五个有，都是须菩提回答。慧眼是做什么的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心，往里面看的是慧眼，慧眼不是往外面看的，慧眼是观察你自己的，观察你自己的念头，到了最后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佛性，这是慧眼。不要搞错了，慧眼不是往外面看，而是往自己里面看。看什么？看你自己的念头啊，看你自己的这个行为啊，看你内在的，你修行到你的佛性显现，看到你自己的佛性，这是属于慧眼。